102学年度 UBA 大专栏赛公开男一预赛第一组在台科大比赛，24日晚间，台师大对上台科大，以78-69抵住地主队优势，拿下4连胜。打完前三节，师大还小幅落后。第四节开端，球员合力拉出9-0攻势，逆转胜。中场，师大以9分之差赢球。最主要，第一个外线有发挥啊，那个于万阳那边外线发挥，那他一直是我们球队最稳定的射手。那我觉得在对方一直在守区域的上面，守区域方面，所以外线如果有发挥的话，会比较轻松。师大在决胜节上演逆转戏码，于焕雅上场26分钟，攻下全场最高27分，5颗3分球，带领球队赢球，拿下预赛第四胜，确定晋级12强，继高师大、辅大拿到第三张复赛入场券。校园记者林静伦、陈嘉轩采访报道。